啊，永靖高中啊，刚好在那个台湾灯会会区主灯区的北边呢。哦，榜单，考上大学，国立大学的榜单，还有考上到成功大学历史学系的嘞。哦，好棒哦！永靖高级中学，王永庆呢，不然怎么会有永靖高中？因为它的西边就是长庚科技大学，长庚医院，它旁边过去长庚医院，就都跟王永庆有些，跟以前的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有关系呀、啊，跟台塑企业的董事创办人，你看王永庆先生有关系的、啊，你看。不然怎么会叫永庆高中？难道长庚科技大学？难道长庚医院？因为台塑企业创办人王永庆先生有关系吧？哦，台湾灯会，内容丰富的。